三太子，台语叫做太祖爷，伊是咱台湾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。在时代演变之下呢，今仔日的太祖爷已经甲古早无同款啦。心中甲心动，在台湾庙会一定拢看。这是台湾道地的本土文化，也是让台湾走出国际的一个故事。我是阿西陈伯正，请大家记得准时收看由我用心配音的电音三太子，10月23日晚上10点，国家地理频道。